小型多功能切菜机，操作简单效率高，一机多用，可以切黄瓜片、萝卜片、土豆片、薯片、藕片等，薄厚可调，也可以切青椒丝、茄子丝、土豆丝等，粗细可调，平时也可以切点葱花、辣椒、大白菜等，还可以切韭菜段、茴香苗段、蒜苗、豆角等等许多蔬菜，体积小，重量轻。